海鲜面一熟，嘿嘿，动手。两个大扇贝，还有粉丝啊，喜欢看我吃肾宝片，今天啊，我就再给你们弄一个，方大大的壳，手指大的肉，非常非常好吃，非常非常嫩。吃过粉丝袋子的朋友都知道这个肉好不好吃，精华，像不像一个腰子？哎哎哎哎哎，嘿嘿，再来烫。这些东西啊都是不能吃的，只是它这个备注，特别嫩，特别鲜。嗯，姐，他们说我最近睡得比较早，我就不服气。我吃完呀，我看我睡得还早不早？生蚝，走一走，哎，活到99。小胖子，嗯，哎，肥嘟嘟的小胖子。嗯，哎，备注的地方特别好吃。嗯，别，千万别浪费啊！吃一个皮皮虾，它的头啊，越嚼越有味。哎嘿。满满都是膏，哎，皮皮虾要想好吃，你呀就必须吃带膏的，吃带膏的才更香。嗯，一天不吃八爪鱼，那就一天浑身就难受。咦，小八爪，嗯，哎呦呦，嗯。说呀，喜欢看我吃面包蟹，说我再吃面包蟹，给我个双击，那我今天得继续吃了。哎，好肥，有点烫，有没有高？嗯哼。嘿
哎，这个黄不足啊，嗯，只有这一点点。哎，看看这个是公的，只有黑色的高。但是味道还是不错的，嗯，满满噔噔一小锅，七个八爪鱼，嗯，还有大苗，嗯。哥哥，我用我家龙虾尾跟你换个八爪鱼吃是吧？我才不和你换呢！你这除了壳就没有肉，咱家的八爪鱼啊，留着回家加热一下即可食用。去过牙齿，去过内脏，味道鲜香麻辣，肉质还特别的 Q 弹。丝啊，越来越挑剔，现在啊不让吃头，私信我让我抱腿。粉丝是大哥，听大哥的。最近网上好多晒小龙虾，十三香原味的等等等等，搞得谁家没个龙虾似的。看看咱家的龙虾，咱呀搞个香辣味的。哎，这肉比你家龙虾大不大？试一下。嗯哼，有点。这个肉比你家龙虾大还是小？嗯，又鲜又嫩，还好吃。